董事长要不要谈一下今天的行程？来这边做抗癌，是不是想要讲承诺不变这件事？那个，好，你们不是反送中，你们不问了？啊，回应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这个他希望这个中国跟香港问题获得妥善解决。那白宫顾问也有提到说，很有可能在月底这个川崎川崎的峰会上面，川崎可